对，男性岛民会怎么样发表自己的爱岛宣言？我们先请我们的托托。大家好，我是托托。前面这位女生她讲了，DIY 系统是她非常喜欢的，这个我也喜欢。为什么呢？可能因为你是建筑大师，可能我的内心萌萌哒，也是一个小女生。因为我的现实中是一名室内设计师，可能是一种非常平凡的一个设计师，并没有像大神的那种级别。我到了冒险岛二，基本上发挥了我的特长，在岛二的生活中，我真的展现出了室内设计的一种经验和一种方法，然后慢慢的往上爬。因为它 DIY 有两个系统，第一个系统呢是服装类的，它能让我们 cos 成任何的一个角色啊，让我们在那个冒险岛的世界里面成为任何的一个主角啊。第二个系统呢，它是 DIY 建筑系统，建筑系统它可以把我们所有的世界装到岛二里面，让我们去世界各种遨游啊，然后对设计师非常的友好，它的功能和设计真的展现出我们的技能，让我们在岛二生活里面大展拳脚。哦，明白了。那托托他现实生活中作为一名设计师呢，是觉得在这里可以有更大的空间和自由的想象，那也是满足了他个人的一点需求，所以我也是看到了托托的一个爱岛宣言，谢谢托托。谢谢。接下来就要有请我们的二十头，这个名字有意思，来发表你的爱岛宣言吧。大家好，我是二十头，因为同样的梦想，大家齐聚冒险岛二。作为接触岛二最久的玩家来说，已经不是三言两语来就能概括对岛二的感情。这是我的生活，是我的工作，我的兴趣，也是我的家。是你的全部？是。我可以叫你吟游诗人吗？不行。每次在发表什么这种观点的时候，就是比较我会想一下。哦，你还是会想一想啊？对。但这是真的，对不对？对对对，真的真感情。那也是看得出来，我们二十头是一位非常资深的玩家，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不对？对，经历了这个几年的韩服还有国服的这个生涯吧，基本上每一天都生活在这个精英岛上，天天都在岛上，有爱也有感动，一起成长，冒险岛二有我常在。哇，掌声掌声，我们给他一点掌声好不好？好了，那这里呢，我也要跟大家说了，赶紧开始行使你手中的投票权利。那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了，如果你支持我们方块妞的话呢，就在屏幕上扣一。支持萌爱的话呢，就在屏幕上扣二。想反观支持我们托托的，就在屏幕上扣三。支持我们二十头的，就在屏幕上扣四。究竟哪一位玩家会获得本轮的胜利呢？大家弹幕赶紧走起来。好了，那这里的话，我其实就是要发表一下我自己的看法了。刚才的话呢，四位玩家都四位岛民啊，都是有不同的说法和他们的这个个人的情感在里面。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我们这位二十头，也就是我说他是吟游诗人的，因为他是一个比较可能走心的吧，就比较感动我。当然他们另外三位岛民呢，可能是更偏向于就是游戏本身的一些特点，相信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冒险岛二啊，就是慢慢的来了解他们口中的这些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玩法，对不对？好了，那差不多时间到，我看一下屏幕上方那现在投票的情况。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没想到获胜的。你们是不是就看见人家长得漂亮，然后就把票都投给了我们的方块妞？恭喜我们的方块妞，恭喜。好，那方块妞呢，作为获胜玩家，将给我们的这个现场的收看直播的岛民们颁发本轮的20枚 CDK， 有请。好，现在由我来为大家颁奖。现场的观众呢，则可以就是屏幕下方会有滚动的 CDK， 然后你们可以复制这个 CDK， 然后到兑换页面兑换出游戏内的道具。手快有，手慢无。那可以开始发放了，对不对？好，那就准备开始喽。3、2、1，开始。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哦，率先将我们 CDK 正确输入到兑换界面的朋友呢，就可以获得游戏内的虚拟道具。这样是不是非常给力呢？20个 CDK 啊，我就不信啊！你要把把都去抢的话，肯定是有机会的，对不对？谢谢方块妞，谢谢。
那恭喜获得我们虚拟道具的朋友们，没有获得的朋友呢也没有关系，待会儿呢我们还有几轮的 CD key 发放，每一轮都有20个，是不是很给力呢？最关键的是在待会儿我们面见岛主张艺兴之后啊，张艺兴呢会跟我们的现场岛民们进行现场连线，是不是非常激动呢？千万不要走开。那我们刚刚也是小试牛刀，我们的爱岛宣言刚刚结束，跟着我一起到我们的第二关。我在想我的这个关卡设置的是不是有点苛刻啊，我一共给大家设置了3个关卡，但大家想要如果我设置了5个关卡的话，是不是可以给大家每轮都发放 CDK， 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关的任务卡，噔噔，岛主造型。在我们冒险岛二当中呀，啊，怎么能少得了 Q 萌可爱的造型呢？每一位岛民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DIY 各种各样的造型，可以创造千万款属于你自己的服饰，啊，听起来就有点手痒，想要去玩一玩。那么今天呢，也是给四位岛民们准备了这个关卡，就是要他们设计一个待会儿啊我们要去面见岛主张艺兴的造型。要求很简单，只有一个，就是一定要加入我们岛主张艺兴的元素，是不是非常的有意思？但是我也不知道四位岛民，因为有2个萌妹子，2个抠脚汉啊，没有啊，开玩笑啊，2个萌妹子的造型可能会偏粉一点，那2个男孩子的造型可能会偏时尚酷炫一点，所以呢，究竟谁会俘虏你的这个心啊？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先还是按照上一轮的顺序，有请我们的方块妞给我们带来她的造型分享，来有请。嗯，好，我们这边。来，方块妞看一下你这个造型。哦，好的，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也很期待。哦，这个就是我的。哦，等等，你就已经把他的服饰都先都弄好了，对不对？对对。然后先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啊，这个就是因为是这次的活动是跟就是我们岛主有关嘛。嗯。所以说我就去找了一些就是关于岛主的素材这样子的。嗯，这个就是之前他有拍过一部叫做老九门。嗯嗯，他是里面我看出来了，对，他是里面二爷的一个经典的造型。对对，其实我认识就是接触到我们的岛主第一次也是通过这个老九门，嗯，他的这个非常传神的演绎，对不对？对对，就深入人心，因为他很专情嘛，女孩子可能都会比较喜欢这种专情的男孩子。对对对对对。那你这个造型的特点就是偏向我们这个二位红一点。就是，对对对。那你为什么会就是你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为什么会设计一个偏复古的造型呢？可能是因为比较有特点，就是很容易就是让人一看到就会想到岛主。嗯嗯，这样子。对，是的，是很有特点，就是一目了然，对不对？对。好，那相信观众朋友们呢也看到了我们方块妞设计的造型，不知道大家心目中现在有没有一点分数啊。好，谢谢方块妞先在旁边收拾休息，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萌爱来登场给大家分享她的这个造型。我们看看萌爱的造型会是什么样子的。哦，果然是我设计的一个造型。其实我这里面是有点小心机在的，因为小心机吗？对，你看我今天穿了一身制服是吗？哦，情侣装吗？所以我就给他设计了一套制服。哦，对，你看头发的颜色。那不行，岛民们要生气了。我们也是岛主夫人，你不可以这样独霸我们的岛主哈。然后，那头发的话就是情侣色，然后发型就是他的一些造型。嗯嗯，然后包括他的一些。它搭配里面是衬衫，然后加领结的，非常帅气。然后外面是针织衫，显得有一点休闲的风格。嗯，就是你是从就是生活中比较时尚的这个点去装扮的这个角色，对不对？对，因为我觉得张艺兴他在我的心目中就是很帅。对，不仅是帅，而且有一些很呆萌可爱的感觉。哦，我说错了，不仅是帅，不仅是帅。我懂了，我懂了。嗯，这就是我的设计的一个造型的。嗯，那我相信很多岛民们啊也非常喜欢我们萌爱设计的这个造型，因为它更接近生活化一点。当然了，你这个情侣装的设计呢，咱们先暂且不说，好吧？还是对，暂且放一边，还是要给你点个赞啊，也要给我们所有的张艺兴的粉丝点个赞，好吗？嗯嗯，好，谢谢。那也是请萌爱在旁边稍事休息。好，有请我们的托托
啊，传说中的设计师啊，顶级首席设计师是不是？这个弦还，我们这个环节还没开始，先自己给自己扣了一个关弦啊。来，来，您请您，哎呦，您这个造型是有点不一般啊啊，这是上得了厅堂的，是不是？这主要体现了一个字，帅，是吧？帅。你是不是觉得哦？我知道，因为你今天也穿了一袭黑衣。对，我觉得黑的比较体现出一种神秘感。所以你也要跟萌爱的想法是一样，你们也要穿情侣装，对吧？不，我是在模仿他。哦，原来你在模仿他。对，我也想把他。我看一下弹幕穿什么。弹幕还是懂我。好，你继续。对，我想变得跟他一样帅，但是这是不太可能，所以我只能把他设计得更帅一点。没有不可能。真的吗？只要努力，努力再努力，也有可能。好，努力再努力，好不好？一定努力，一定向他学习。你这个服装概念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我是主要想设计一款比较酷炫一点，然后有一点霸道总裁那种概念。哦，在我心目中，张艺兴是这种理想型的，就是全能型的，我知道。哎，对，因为其实我们张艺兴是很萌的，对不对？对，又萌又霸道的那种。对，因为他角色其实很多都驾驭过。然后像我们托托的心中的这个艺兴的话，可能是霸道总裁一点，这样才能抱得住你，对不对？对的，对的。哦，今天的心愿，今天的心愿突然急了。好，那我们待会儿也是感谢我们的托托啊，给我们设计了这么帅帅萌萌的岛主。我们先旁边休息一下。好，来，诗人，耶，来看一下你的造型啊。哇哦，这个就是我的身份。哇哦，这是什么 style？ 你要你我就感觉街头风要开始跳起来了，这才穿的很像哎。这个是就是跟张艺兴平常跳舞的。哎，你们肌肉是怎么回事？除了方块妞正常一点，你们今天跟你自己造型都是啊一对一这样搭配的，什么意思啊？毕竟自己的号也是想跟张艺兴。跟大家先分享一下你的造型。这件衣服呢，张艺兴穿上以后呢，有高调的这个街头风。有一种叛逆的反差萌，主要的主题是以黑白为主，再搭上潮流的这个印花图案，简单不单调，帅的与众不同。帅的与众不同，就是你一样，像黑夜中的萤火虫，对不对？对，对是吧？我再给你放个烟花。哎，这套形式还不错。它后面的这个是个什么东西？这个是我给它专门做了一个舞台。啊，做了一个舞台。那它这两个是南瓜，那个万圣节南瓜的耳钉，对，就是这回活动的耳钉。你觉得我们张岛主看到以后会不会说？一定会买。我好喜欢这个南瓜耳钉，我也要戴一个。我叫你下一次设计的时候，可不可以把南瓜耳钉设计的小一点？我觉得这样耳朵好痛哦。没有，还是给你点赞啊，因为我觉得啊，四位的这个造型都出来了，对不对？我们也非常感谢二十头，现在赶紧啊。弹幕赶紧滚起来，还是刚才的这个顺序，方块妞呢是我们的一号，萌爱是我们的二号，托托是我们的三号，那我们的二十头呢是我们的四号，支持哪一位呢你就赶紧扣起来好不好？那在这个弹幕滚动期间啊，投票期间我也想问一下那我们就问最近的方块妞，你觉得啊除了自己的设计以外，其他三位岛民的设计哪一个更符合你的这个心意呢？就虽然说二十头的这个非常用心，就是对配了一整套，还头发会发亮的这种，这样子的，头发还会你看这会有金光的，会。对，然后呢，托托呢，他就是非常正装，就是怎么样的，然后让人感觉非常正式。嗯，你还是觉得我知道明媚的，我明媚的眼光。我跟你们说，在方块就说虽然后怎么样，但是好人卡已经发出去了，那我就知道这个最后结果是什么了，好吧？好，那我们也恭喜我们的，没有开个玩笑，我看一下弹幕啊，弹幕这边的话，哎。居然是我们的二十头哎！对的，恭喜，肯定是弄了一个会发光的头发，肯定是因为这个比较闪亮的造型。对，居然是我们的二十头，也是非常恭喜。弄一个会发光的头发，好嘞。好，那二十头还是一样的，给我们的现场正在收看直播的岛民们发放我们这一轮20枚 CDK 的福利。现在呢，由我给大家发放福利，屏幕下方这边有 CDK， 大家复制到正确的地点兑换。下来，3、2、1，开始。好，谢谢二十头。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屏幕下方已经开始滚动了，大家手快有手慢无，一定要在正确的页面输入正确的 CDK 才能够兑换哟，千万不要放弃。我们这一轮的 CDK 啊，虽然发放完毕了，但是我们下一轮依旧还有我们的福利发放，而且你可还要强调一下，不要嫌我啰嗦哦，因为我们待会儿就要去拜访我们的张艺兴岛主了。那待会儿的话呢，现场的岛民们是有机会跟我们的岛主一起组队，并且进行现场语音连线的，所以千万不要走开，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赶紧快马加鞭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关卡。这一轮关卡任务卡依旧挡住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噔噔噔噔，第三关，岛主之家。那在我们冒险岛二当中呀，每一个岛民呢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在这个领地里边呢，大家可以创建自己的房屋，然后去进行自己的房屋室内设计以及各种家具的摆放等等等等，诸多非常丰富的这个元素都是由你来支配的。所以呢，这一关也很简单啊，刚才我觉得有点符合我们托托的气质啊。托托因为说自己是这个室内设计师嘛，那我们这一关就是要设计一个岛主之家，是不是很简单？就是看我们最后四位岛民设计出来的岛主之家哪一个最能够得到我们正在收看直播的岛民们的欢心，好吗？我们还是对，这里要强调一下，四位岛民啊就提前把这个岛主之家已经设计好了，现在呢只需要他们挨个上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分享一下即可。我们还是从刚才的顺序开始，先从我们萌萌的方块妞开始来。好的，嗯，其实我也在想，方块妞的这个设计应该是会偏向更，就是两位女孩子可能会更深受女孩子的欢迎吧。好，我们来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设计的，岛主之家是吗？这边呢是有一个做了一个，这是岛主的，这个叫什么？垒起来的小名牌。哦，就是非常，他的头像、啊、是 Q 版的，好可爱啊！他这是他在游戏内的形象，哎、好可爱，对对对。对，然后这边有一个。关于岛主的这样一个礼物箱啊、哦，是不是打开之后一个岛主就蹦出来了？也许会有这样，对吧？对，但是概率很低了。然后这边是会有、哎、不要这样，这里都做了一个岛主，你跟我说概率很低？对，好，我们接下来、这边是就是岛主他有一个专属的沙发，就是说上去了之后就两个会有、这是你专门给他设计的啊？不，这个是原来就是关于岛主的活动嘛，他会有一个就是说双人的沙发，坐上去会有互动的，情侣沙发这种，就上去然后他就会害羞的，就是可以跟岛主夫人一起的这种，就是算是夫人专用，跟我们然后这边是还有在我的卧室上面弄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绵羊、这个羊绵绵我很喜欢，就是挂在床头上嘛、无时无刻都能看到它啊。对，我们看见这边其实还有这个大的，就是吊灯吗还是什么？没有，这个是一个飞行座驾、对，这个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房子设计的很大，花了很久时间吧？对，是的，就是因为要想嘛，怎么样能够在一个非常就是自由度很高的家里面摆出来关于岛主的这样的一些周边的东西。对对对，我看见你这个游泳池设计的是不是有点太大了？你要跟岛主两个人在里面遨游吗？没有，就你想想看，作为一个岛主的家，它一定是什么超豪华私人泳池，有私人海滩、私人沙滩这样的感觉、所以就设计了一个超豪华的泳池。哦，原来是这样子。对，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吗？大概就是这些，就是因为是岛主之家嘛，然后我就是想说在家里面放了很多关于它元素的一个东西。那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个岛民呢都可以啊，像我们方块妞一样，在自己的这个岛主之家呀摆放各种各样的我们岛主张艺兴的元素，对不对？没错。好，也是谢谢我们的方块妞，稍事休息，有请我们的萌爱。萌爱，我看你在旁边已经非常的摩拳擦掌，已经有点急不可耐了，对不对？好，我们赶紧看一下萌爱的岛主之家。其实我设计的元素
和刚刚方块妞的服装其实是很搭的。哎呦，对哦，哎呦喂，这不是写了一心一意只为你，被看到对联对联，哦这样子的，还是有对联呢，对，努力努力努力在努力，一心一意啊。我想把它占为己有，我不敢。这个应该是潜台词的，潜台词啊，潜台词是吧？对，每一位岛主夫人都想要。哦，那这个地毯这个设计啊，就很让我们想到他在那个《老九门》里面二月红的那个唱戏的部分，对不对？它其实就是一个戏台，就是因为他出演了《老九门》，然后就搭建了一个戏台。就是你就是时不时的说一心给我跳一段呗，给我唱一出呗，是这样吗？你这么说我就很害羞了。不要不要害羞，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好不好？来，对，继续。然后就是因为他一心本来就是一个唱跳型的歌手，我当时关注到他也是因为他在台上觉得他很帅气，而且跳的舞就感觉他整个人在发光，是吗？对，所以我就给他搭建了一个像这样的舞台，我觉得希望他能以后在他的演艺道路上能够越来越好。哦，为这番话我们先鼓个掌，希望我们的导演以后越来越好，好不好？好。那还有别的元素吗？就是你这个特点我看到了，就除了我们这个贝壳粉啊，就是一心一意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比较有特色的舞台，还有什么别的？我当然还给他放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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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席，观众席，很多很多很多姐妹席，姐妹席，对对对 对, 对，迷弟的位置也有，你们两个放心吧，好不好？不要在那里很沮丧，有没有我的位置，可以坐在这个树上看，可以可以坐在树上看。虽然非常很想把一心据为己有，但是我还是希望他有很多很多的更多的迷弟支持他，支持他，支持他，支持他。对，这就是我的一个设计的想法。哇哦，我觉得要给萌爱这个他对我们一心的这种爱要点个赞，好不好？对啊，对，我们身为我们的这个岛主夫人，虽然我们都是啊，这位是岛主迷弟，好不好？那我们要有一颗这个 share， 好吧？我们一定要跟我们的所有的岛主夫人们和谐相处。好，谢谢萌爱。来来来，设计师，是时候让你上场了，在那儿已经啊，看你那鄙视的小眼神。就这称得上设计，你看哥这个没有，不要那么夸张。哎，不是你这个真的还不错。哎，不是我夸你啊，你就先灿烂一下。我觉得真的还不错。哎，这个是有点像那个乔巴是吧？哦，对，这是他自己的人物形象。自己的人物形象。哎呦喂，哥还不错，挺会玩啊。我之前不是说我们可以 cos 成任何的角色吗？你们城里人都是这么玩的吗？啊，我是村里的。啊，这个有点那种让我想，你让我想到了一个动画，《千与千寻》。嗯，哦，这不是海贼王吗？哦，你这个房子是做的海贼王吗？我这个房子因为你这里这几个鸭子就让我想到了《千与千寻》里面那几个泡汤的鸭子啊。我是想，因为给张艺兴盖一个，还有狗店，你要养几只狗啊？这里是狗店，然后这里是洗澡澡堂，你就是给我们的这个艺兴。哎，我看到这边有一张我们张艺兴岛主的这个海报。对，这里是餐厅，然后我们每天吃饭的时候也看到。哦，你设置的真的好细腻哦！然后我问一下，你设置的设计这个设计了多久？大概一个星期吧。一个星期，然后不分昼夜吗？昼夜难眠，每天就是都在想这个东西吗？对，真的。当时知道能来现场的时候，现实生活中的设计我都推掉了，我不要，我要给我们的岛主设计一个幸福温暖的家，是这样吗？没有，我还得吃饭。啊，开个玩笑啊。那你这个家也设计的非常大。我刚才上面那个观众椅后面是什么？这边吗？嗯哼，这一部分我还没盖完。你没盖完，在这里混什么混啊？好诚实，还没盖完，好诚实。我实在编不下去了。意外的诚实，因为我很难达到那个我想要的效果。但是你这个家已经设计的有点像小镇那种小吃街。对，小吃街。我说的比较通俗一点，就是比较像那种古风味重一点的小镇，对不对？那就可能一心哎，可以就是在度假呀、休闲的时候来一下，好吧？那我觉得现在我个人的票啊，就我还没看二十头的，我是比较喜欢他的这个设计，因为他的设计就是有很多很细腻的地方，包括刚才也说了啊，这个日夜赶工啊。对，我觉得你看完我做的这个，就后面就不用看了啊。这样子是吧？啊，那我觉得观众应该也心中有一个数了，对吧？从这个一开始一上来，大家好，我是沈说就是哎，别别别，我想靠这个节目来涨一点粉，你这样说我又掉光了。好，非常非常精致的一个岛主之家，谢谢二十头给我们分享，谢谢。好，是，好，谢谢，再见，再见，拖拖账，拖拖账，拖拖累。
来了，偷偷。好嘞，开玩笑，这位是我们的二十头啊。啊，先道歉好吗？嗯，二十头，二十头。这是我的房子。啊？啊，还没开始，这只是一张。哦，这只是一部分。对，只是一部分。进门了，入口。我们这里有好多张以前的海报。那行，那我知道了，我先给你点个赞，好吧？就至少二十头一开始是慢慢的带我们进去的。像这种人，一下拉个全景给我们展示一下自己多牛逼。没。好好好，我们先慢慢来。咱们到第二部分，这个地方我特意为张艺兴做了一个专门跳舞的练舞房，还可以练球，对不对？啊，我们这里有篮球，这里还有镜子。用球砸镜子，这个镜子少啦，镜子还要多造两个。一人造一，这里还有一个专门是累。没有，因为你练舞的时候都要那种全面一整面墙都是，对不对？两个女孩子应该都比较了解。后面有一个海报啊。海报重要吗？重要的是镜子要高大上。在平常练舞练累了以后呢，边上我还专门设计了一个小宫殿。哦，这个地方有张艺兴直接坐在这个地方。啊，这上面飘的是蜡烛，这个蜡烛就很奇怪。照明可以飘出来，魔法蜡烛可以。他说是为了照明。对对对，这里还有好多柱子，你看。龙柱。如果走进去的话，可以跟他坐在一起。这是你给他设计的公仔吗？这个是蘑菇币公仔。蘑菇币公仔。他平常会在边上伴舞。哦，就是防止太冷，就是防止你自己懒的时候不想去伴舞的时候，就让这个蘑菇公仔给你。另外的话，这边还有第二层。这个让我想到了阿拉斯加那种什么，就是那种印度的那种拉神殿吗？魔毯，对对对，魔毯，对不对？然后这边的话，可以有空的话看一下星空。哦，但是我们的张岛主是喜欢看海的，你给他设置了星空，这可以换，完了，哦是吗？攻略做的不够，是吗？那是喜欢看背景可以换。看海，而且喜欢一个人看，记住了，不要在旁边设计什么蘑菇公仔什么的。但是你这个，我觉得啊，就刚才也是开了一下我们二十头的玩笑，因为看他一开始爱岛宣言说的那么的深情，对，我就想着哎，看他到底滑不滑，真有感情，对。哎，你没看到他还把自己的头像放在岛主的照片下面，这是我头像，这个是你的头像吗？对。啊，那上面都是我们的张艺兴岛主。是啊，你这么自信的把自己头像放在下面，主要是为了顶他。几个意思啊？就顶，他说顶他一下，用你的头去顶岛主吗？很支持这样，很直白，很直白的顶，支持一下。哦，这样子，好吧，我算是了解到了。哦，那你这就是你这个，这就是我的爱岛之家。哦，岛主之家设计的还是比较有自己的这个心意在里面啊。好，非常谢谢我们的二十头，谢谢。其实刚才我也是开了一个小玩笑嘛，因为我觉得他在这个爱岛宣言的时候，大家觉不觉得他还蛮严肃的？这就是我的，就是那样子的感觉，对不对？所以我刚才也是刚开始开了一个小玩笑，希望托托跟我们的二十头大人有大量啊，两位小迷弟不要跟我计较。等他下来就打起来。好了，我们这个四位岛民啊，都已经把自己的岛主之家展示给大家看了，大家赶紧行使手中的投票权，好吗？弹幕滚起来，还是按照刚才的投票顺序，支持方块的呢，屏幕上扣一；支持萌爱的呢，屏幕上扣二；支持我们托托的呢，屏幕上扣三；支持我们二十头的，屏幕上扣四。看我们的托托都卖起萌来了，大家是不是确实要支持一下他？好，弹幕这边啊，因为我们这个环节其实是跟大家分享了很久，所以弹幕呢也一直都在发表言论啊。这边的结果呢也已经出来了，我就要公布了啊。你们心目中应该也有一个底了吧？有数了，有数了，心里还有点数，是不是？好了，那也是话不多说啊，恭喜我们的室内大设计师托托，获奖掌声，恭喜啊！这一轮真的是啊，当之无愧。那请你给我们来颁发本轮的这个奖励，请。谢谢大家哈，我这一轮给大家颁发一下 CDK，大家注意一下屏幕的下方，它会滚动，大家一定要复制正确的 CDK 到正确的网站去兑换啊，手快有，手慢无，大家一定要加油。我倒数了，因为我比较紧张。三二一，开始。好，谢谢我们的托托。那大家赶紧啊，抓紧时间，一定要正确的输入到正确的兑换界面，率先输入正确的呢，就能够获得我们游戏内的虚拟道具。没有获得 CDK 的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待会儿就有机会去面见我们的岛主啦，跟岛主一起会跟大家有更多有意思的活动。除了我们的这个电话连线啊，还可以一起在我们的冒险岛二当中一起游玩，对不对？刚才跟四位岛民们是非常的有意思，是不是？我们玩了这个DIY 服饰设计，然后创新的房屋设计。那我们知道冒险岛二的好玩之处啊，远远不止如此。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跟我们的岛主一起呢，去
解锁和了解更多的好玩有趣的地方。这边可以进去了。哎，我你们听到了吗？就刚才后台导演说我们可以进去了，快点吧。好，准备。哇，你紧张，紧张，看哪边？很紧张。看看一下他。紧张。哎。对对对，就在那边。这个，这个角色会更有戏里头吗？我觉得应该会更帅一点。是吗？哇，好高！对，超帅。哇！嗨，那张艺兴跟我招手。哇！超帅的。啊，真的是张艺兴吗？跟我们搓手啊！哎，那觉得本人更帅一点。萌萌应该是最激动的了，他已经不讲话了。哎，那我们现在先不打扰他，他应该那边还有一个片。我们先去休息室等他吧。我们先去休息室准备一下吧。啊，那观众朋友们，我们去休息室休息一小会儿，然后等我们的导主准备完以后来休息室跟我们会合，我们再采访他，把福利发给大家，好吗？那我们待会儿再见喽。我是来自冒险岛二的方块妞，这次请了张艺兴小哥哥做我们的咩咩岛主。拍摄广告的时候，妞妞也在现场，收集了好多独家花絮。看，这是我们双人的片场钢表情包，怎么样？有没有萌到你呢？嘿嘿。啊，小哥哥在看什么？大可也看得这么认真。啊，到底是看什么嘛？现在是张艺兴哥哥登场啦。我们萌萌的小水和蛋先生好像也超级喜欢舞台，快跑呀！张艺兴小哥哥来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咩咩岛岛主张艺兴。哎，你知道，连魔都也被方块病毒感染了吗？连东方明珠外滩也沦陷了。这个平行世界里的一切都咻的一声变成了方块，保卫世界的萌力平衡。快快跟我一起上岛，放想象去冒险。冒险家协会等的就是你，造物大神和超萌小姐姐和你一起玩哦。岛民们久等了，欢迎来到岛主夫人开放日的直播现场。在用 VCR 之后呢，我们终于把我们的岛主张艺兴盼来了。岛主你好。你好、okay. 大家好，我是张艺兴啊，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岛主好。是我们刚才的幸运岛民，对，我们都很激动。所以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这次冒险岛二的特派主持人 Nick。那在旁边的这一位呢，是我们的玩家，也是我们的岛民，他叫二十头。很厉害，感觉刚刚操作很工整。对，我都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那也是那么多岛民啊，等了我们岛主这么久，所以呢，我有一个小心愿，不知道我们的岛主可不可以发福利？哎呀，太棒了！你上来就发福利？当然了，谢谢大家支持我，谢谢大家支持冒险岛二。那也是大家将我们屏幕下方滚动的这个 CDK 啊，输入到我们正确的兑换键，就可以兑换我们岛主亲自送出的礼品了。岛主可以开始送礼了吗？好，3、2、1，开始。
哇，我感觉有一道光泛出来了，有没有？那恭喜获得奖品的观众朋友们。哎，岛主啊，刚才我们也是有悄悄的在探班嘛，然后看到你拍摄，也觉得你特别的辛苦，我们就很好奇，你在平常就是很辛苦的这个闲暇呀，会不会玩我们的冒险岛二作为休闲娱乐呢？哎，当然会了，因为冒险岛二这个游戏，做得非常精良，真的是良心游戏，而且有各种各样的休闲小游戏，加上整个的操作性也比较有意思啊，所以这个游戏还值得大家一玩的。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在哪个服务器呀？我在刚才二石头在跟我们岛主悄悄沟通的时候被我悄悄听到了，呵呵，是不是女王镇？是是是，对吧？对吧？被我猜到了。那在女王镇的朋友们呢，也是要抓紧时间了，这可是一个天大的福利哦，去看看有没有机会跟我们的岛主张艺兴一起组队，好不好？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刚才我们在探班的时候啊，几位岛民都非常好奇的，就你现在在我们的服务器里面，你的等级情况和装备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应该是59级的侠盗，对，59级的侠盗，对，可以。然后装备评分是装备点数是，这已经很高，4673。嗯，二十楼看着有什么？有基本上所有的副本都已经可以打了，有四个重装。现在武器还不是重装，想搞两个橙色武器，还可以再强化一下，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弄一个两个橙色武器呢。但是据我所知，好像我们的岛主有全服仅仅一条的。对，这只有全服仅仅目前只有一条。你是说这条金龙是吧？金龙，对对，非常羡慕。哎呀，丹龙的岛主居然不知道，这个真的是全服第一条。哦，这个我知道，我知道他们给了我一个这么好的这个坐骑，因为我是一个坐骑控嘛。所以我特别对，刚才我们在闲暇就是在预热的时候，我也是忍不住问了一下，好像我们岛主特别喜欢我们的这个坐骑，那待会儿可能是有机会跟大家展示一下现有的一些坐骑。好了，那我在这里呢，相信很多的岛民们在看直播肯定都非常的着急了，说好的代表广大岛民向我们的岛主提问呢，那岛主这里也是有一些问题是代表我们广大岛民想要向您提问的。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对于冒险岛二这个游戏，你最喜欢哪一个职业？我最喜欢侠盗或者是战士。因为自己是侠盗所以喜欢吗？好，因为它比较考操作嘛。哦，所以你其实在操作上还是比较讲究很细腻的。对，我比较喜欢玩有就是稍微好玩一点有操作一点。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喜欢的时装啊，甚至会考虑自己去 DIY 这样子？时装我比较喜欢的就是这个羊头啊，你们看到现在这个羊头啊，就是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羊头，比较有代表性。是的，那也知道你新专辑叫 Sheep 嘛。那我们在游戏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偶遇自己的粉丝然后认出你了，会不会跟粉丝互动或者是组队这样？昨天我就那个遇到了就是我的粉丝嘛，但是好像他不知道是我，就就在他旁边拍了太太，就是擦肩而过吗？对，他也不知道，好后悔。原来是这样子啊，那其实我们呢都非常的希望岛主在平常工作的时候呀，也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要注意休息。这边二十头呢，也要代表我们广大的岛友们，向我们的岛主提出一个问题。岛主你好，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游戏你最喜欢的是它哪个环节？我喜欢它的 PVP。就是跟大家就是去打这个竞技，就是因为可以一个是它的操作啊，一个就是可以跟各种各样的人高手来过招嘛，还蛮好玩的。就主要是这个它的整个的这个左右的这个操作真的是很方便是吧？太就是真的是有操作的游戏，所以还蛮舒服。原来我们岛主就是会喜欢 PVP 这种带操作多一点的这个环节。对对对，下来 PVP 又热火了。是的，那么还有更多的福利在等着大家，因为待会儿呢我们会有一个岛主跟现场观众连线的环节，所以千万不要走开。那既然天气这么凉快，对不对？那我们要不岛主我们一起先热个身吧。好啊。那我们先面部热身怎么样？怎么了？面部热身呢，就是我们游戏当中呀有很多关于我们岛主张艺兴的表情包，对不对？二石头，对对对。那我们先展示给岛主看一下，让他自己挑一个，然后现场给我们表演一下，可以吗？可以啊，怎么来？有很多，来我们你好啊 ，BB BB， 这个也有吗？哇，今天大发福利，真人版 Q 萌的我们岛主张艺兴的表情包，真的。我都已经
太可爱了，太可爱了！我觉得这个可以截成动态作为 GIF， 然后我们天天都在用这个表情，对不对？好嘞。那做完我们面部的热身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游戏，开始我们的休闲娱乐部分，怎么样？嗯，好啊。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疯狂酷跑。我觉得这是二十头的强项，所以我们看到底岛主跟二十头哪个更厉害呢？我们一起进入到我们的游戏上面。疯狂酷跑要22000卢德里值。先 QQ 地图，他要跑出来，要等待一个。好，那现在我们在一个等待界面，二十头。我现在在64QQ。在等待界面的时候呀，我们二十头可以跟我们的你右上角缩小岛主分享，先介绍一下这个游戏的一些。这个游戏的一些窍门有没有？这个游戏的话，它里面有一些需要加速，还有一些减速的地方，同时它还有好多陷阱之类的。对对对，对，对就是会有很多障碍，容易掉下去。你摁一下 M， 然后来到我这张地图上。那基础的操作呢？基础的操作就是方向盘，还有就是我们的跳跃键，就是 C 键啊，常规键啊，常规键。其实还是很简单。路途中间你要担心一下其他的队友。就是其他的玩家是不是会给你造成一些小小的困难啊？他们会弄一些小陷阱，就是怕猪队友了，是吧？啊，对对对，比方说我这种直升飞机，居然说自己是猪队友，你怎么会是猪队友？对，我们还指望你能够带我们起飞呢。换了22下，那我们看这里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在原地就做出很多表情的那种，要不要做两个岛主？现场给我们岛主，你看。游戏即将开始，这就是你刚刚做的表情。看的是前锋就会比较自拍，我就更喜欢真人版，更贴近我们的现场。22星，对对对，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它是有一个传送门，可以进入。游戏即将开始，你可以跟导演分享一下你这个造型。密码还是你的生日。游戏即将开始。这个造型的话呢，就是主要中的一个街头风，嘻哈风。游戏即将开始。再等一下，其他的朋友们吧。我专门为你制作的，好吗？对，就是为了见你，然后专门做一个。这边活动的话，马上就开始了，你看一下。你好啊，游戏即将开始。你好，再等一下，到时候咱们俩会一起跑。嗯。游戏即将开始。记得要把那个关卡开，然后呢，这个慢一点。这个很经典。游戏即将开始。哦，它这个它只有空格跟这个键。对，空格对，然后跳就可以。对 ，C 键跳跃就可以。游戏即将开始，那、这个、还有一个等待时间，马上十分钟了以后我们活动就开始。游戏即将开始，你好啊！再等一下其他的朋友们吧。你好、啊，最多可以有几个？最多的话，这里面可以有20个。再等一下其他的朋友们吧。20个？游戏即将开始，再等一下其他的朋友们吧。你一般都跑多久？游戏即将开始。今天的话，那就了。之前有感受过这个吗？感受过。游戏即将开始，未完成。未完成。今天一定要完成一下。再等一下，其他的朋友们吧。咱们试一下，最后还有10秒钟。游戏即将开始。再等一下，其他的朋友们吧。9秒、8秒、7秒、6秒。再等一下，其他的朋友们吧。倒计时马上就要开始了，但是这个倒计时结束之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时间给大家准备一下。对的，所以还是有足够的时间。我跟你讲一下游戏规则。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的。这真的倒计时了，怎么样？好，开始跑。哇，放了我耶。岛主加油！这地上是有一个加速，这个、你有的时候一定要吃一下。这个箭头是加速带，对不对？对对对。那这个反方向的蓝色箭头反方向，你看一下，我试一下。哎，这真的减速。岛主加油！岛主你可以的，绝对不能让这个20头居然可以。我们岛主目前暂时领先。爬上来就。嗯，这个地方是有的时候就跳不起来。哎，跳下去了。哦。我就说嘛，你看岛主，这里可以。岛主，你是不是就给自己设置了一个陷阱？对呀、啊，我真的谢谢岛主。然后这边岛主也马上跟上来了，我们的二十头又一次的被加速带减速，对的，岛主加油！然后再往上，往上，这里有障碍物，我们看到二十头目前领先，但是他掉下去了。这是呢？哎，岛主现在在前面疯狂的奔跑。没有关系，你这个加速带。我再抄一个捷径试一下好吗？往这边走。哎，是那个吧？是那个木头吧？对对对。这边有一个。可以直接跳过去。原来这里有捷径。有的话直接过去。是的，是的。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坐上这个小电梯直接滑过去。等他一下，再靠近我一点。来。
哦、我先走了、哦。你居然没有等到，我真是个叛徒。不是说好一起玩？哎，你好，说好一起玩耍的呢。你好，要下车。你好，导主人呢？这不要太快了。你好，也可以走一下这个加速带。你要你好啊，是自己过来吧？我觉得你好危险哦，导主人。你好啊，可以，不行就晕。你好，哇，这个好精神。是见到你了，现在车已经坐上来了。哎，你要想刚才你教那个是下车。这个加速就可以了，两个键要一起啊。你好，是有小窍门的，有一点小键要一起啊。你好啊，到顶的时候可以。为啥呢？对。你好，其实我以前也老这样。是的，没有关系，这边二十层呢还在往前方。没事，我听从你的语气中听出你们尴尬，没事。没有。野心的好友邀请。昨天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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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次，这个车马上过来。其实我们听说小组这两天和车很经常玩游戏什么的，啊、就我们就很想怼个现场，对，就怼不到。哎呀，哦，真过来。嗯。我这个真的是。所以就是有的地方不一定非要跳、嗯、好了，刚开始我们有的时候会自己飞机过来，不一定就是在那个河里面可以不用时间到了，对，时间到了，对对对，那它这个时间限制是多少？它时间限制三分钟完成，所以我觉得已经不错了，能跑到这里。我第一次跑到这个一半我就迷路了，就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但是这里虽然说，哎，这里还有一个，哎，这里有一个迷宫，哦，时间到，哦，这样子。虽然三分钟，很短，但是我觉得，真的我们玩的还是，对，还玩的还是挺开心的。岛主也是很耿直，直接说我听出你们很尴尬，但我觉得岛主很努力，因为刚才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小电梯嘛，也是反复的去尝试，最后还是坐上去了，对吧？最后还是通关。嗯嗯，那我们希望这个岛主还是能够再开心一点。我们接下来我开心啊，是吗？开心，很开心。那我们接下来就稍微休息一下，岛主带我们去岛上转转吧。平常都喜欢去我们冒险岛二上面的哪些地方呢？一般就是去家里啊，然后在主城转转，主要是主城你骑坐骑有人看，你不然的话在家里骑坐骑。那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坐骑。我现在就在飞了，你看，哎，这个龙是真的，真的很稀有哦，只有这一条。哎，我想很好奇周围的人会什么表情。没有，除了真的很嫉妒。我们你看，我们这纸飞机。为什么你是纸飞机？明明的纸飞机现在还在我手里。那岛主平常就是平日的造型啊，包括活动的各种造型都非常的时髦，我们可不可以去商城里面转一转，看看那些 DIY 跟你有关的一些元素，商城会不会自己很喜欢呢？商城里面在这里输入关键字输张艺兴好像是有东西的，就是有什么对系列的这个商品出来，这都是哇哦你的粉丝设计的吗？这么多。对，是啊。那岛主要不穿两个，然后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或者是跟自己像不像？蛮像的，整个哇，这个蛮好看的呗。买了，买了。你们要不要给你们送一个？我自己买。啊，这么大方，快快快快！哎，这个是岛主亲自送的哦。哎，我跟你讲，这个可意义不一样了。他现在要这个福利可要解一下安全锁。对，安全锁。岛主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有，就是整个坐骑我是最喜欢的，坐骑这块。你试穿一下就行。这个时装里面有没有特别喜欢？时装里面，时装里面就是这个羊头啊，刚才不说了吗？就是这个羊头，这羊头是真的好看的。要不要做一个现实版的？对，做一个现实版的，戴上也好可爱，对不对？刚好跟我们的 MV 是搭调的。是的。这个书包也是小羊的，就是那种 sheep。哇，也非常可爱，这么跟你一个版系的，你看，对，真的很可爱。好，我们虽然没有耳朵，就知道是羊。我觉得可以做一个耳朵，对吧？那是因为这个我们冒险岛二当中玩家是可以自己去 DIY 的。那我们逛完了商城呢，也赶紧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福利环节了，就是因为今天是我们的岛主夫人开放日嘛，有很多的岛民呢就精心的装扮了自己的家，想要邀请啊我们的岛主能够去参观一下，不知道岛主这边意见如何？可以啊，那太好了。真的吗？那这个时候就是我跟大家一直强调的超级大福利时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只需要将你的电话号码输入到我们的
屏幕上，通过弹幕的方式滚动起来，快滚动起来，躁动起来，小朋友们，岛民们快躁动起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后台呢将随机抽取一位幸运观众跟我们的现场连线，也就是跟我们的岛主张艺兴进行连线，好吗？那在这个抽取过程当中呢，我们先一起来问一下我们岛主有没有什么期盼，有没有想过我们幸运观众会是一位男的，这个男性的玩家还是女性玩家？应该男女都有吧，男性应该女性多一点，对，女性玩家应该会多一点，对，但是这个游戏的整体的玩家应该是男女应该是蛮平均的，而且也有像你这样的美女这样表扬我，我脸本来就很糊，应该也是在游戏里可以那个，所以我的哥们们我的兄弟们都有福利了，可以尝试一下。哎，这里面这个公会哦，能邀请一下吗？这是天大的机会，这个荣幸吗？对，那我们让我们游戏就有公会。好，我们这边赶紧让后台已经接通了我们的现场的幸运观众，请我们的岛主把我们的耳机也戴上。好，我们现场进行一个语音连线。我觉得这位观众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喂，哇，邀请我哈，超级玩家。哎，喂，获得了一个成就。现场的观众有吗？哎 ，Hello， 喂，你好，哎喂，你好，真的是我吗？是你，天哪，岛主夫人，我有点兴奋的不能呼吸了。淡定一点，跟我们的岛主打个招呼吧。张艺兴你好，我是你的小迷妹。你好。你好，我感觉太幸运了。是的，蛮开心的。那好，那请问怎么称呼呢？我游戏里面叫咩咩叫的小西瓜，叫我小西瓜好。咩咩叫的小西瓜。咩咩叫的小西瓜，昨天你是不是在挂机啊？哇塞，每天都有在挂机啊，每天都在游戏上了呀。哦，了解。天哪，一看就是老玩家怼着我们的这个幸运机会，对不对？那好，那请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将我们的咩咩叫的小西瓜加入好友，帮我们拉到一个组，这样我们就可以去参观小西瓜的家了，好吧？啊，还要到我家来是吗？岛主会一起来吗？岛主当然会一起来呀。哦，太好了，我叫我小伙伴们一起过来欢迎岛主。好，可以。你要问岛主，我不能做主。可以，你来吧。好，我们如果加上好友了，系统这边 OK 了吗？应该是可以了。加到点了，你可以直接加上好友了吗？我们通过好友界面看一下，后台应该是已经操作上了。密码是进他的房间。密码是233233。好，密码大家都听到了吧？对。正在进去哦。好的。哎，岛主平常会风格的，已经进来了。有新的好友邀请。哇，见到真人，我超开心的。就进去了。哇，这里面。哇，你们都是戴着羊头哎。对啊。粉丝吗？哇。哪个是西瓜？应该是这个吧，这个。这个带着蝙蝠翼的这个应该是他吧。对，我是这个。你好，哪个？我是有小翅膀的这个。对啊，就是小翅膀，哪个小翅膀？粉色的还是紫色的？紫色的。就这个吗？对。对。然后你到我旁边来了。对吧？不是这个。你好。好，去参观一下你家啊。好的。你好。哇，这么羊啊。带着我们的岛主去介绍一下。对，可以摸这个小羊。哦。我们下面有很多观众在等着我们啊，刚刚叫了好多小伙伴一起过来。哦，我总算看到了，哦，好漂亮呀！哇，谢谢。粉色的这个，我觉得比你们做的都好看。是，真的。我们今天闯关的真的都真爱粉呀，真爱粉呀，还是女孩子的心比较幸运。天哪，好漂亮哇！哦，这个小鸡，这个也好可爱。哇。
你在桃树旁边吗？现在？对对，我在他附近，他在这边踢球。他在踢球，有个小球。这、哦、哎，我想问一下西瓜，你的家搭建用了多久的时间、啊？做了很长时间吧，就一直想做一个给粉丝们聚会的地方。哦，就是一个粉丝集中营。对，大家经常会在这边一起玩。哇，那现在岛主亲临你的家了，你这个粉丝集中营变得非常有意义。对，太高兴了。可以用坐骑了耶。嗯，是的。那西瓜，你知道今天我们的福利，嗯，你有什么小心愿在你的家里可以完成的？现在赶紧提出来吧。嗯，我想跟岛主一起合奏一首歌，合奏一首歌，特别想听喜悦。喜悦，嗯，可以吗？可以吗？在哪儿？哇，太棒了，太棒了！哎，我们在吧？我在这，你是说在这个舞台上吗？啊，对。我骑着一条龙，你看到了吗？这么炫酷的吗？强调一下。哇，对，你们是没有的。好，看到了，看到了，好，好辛苦啊！许愿，好吧，准备，我们大家赶紧各就各位，你们其他的就伴舞吧。好，二石头，你看什么看？哦、伴舞，伴舞。等一下，我把那个乐谱，乐谱放哪来着？背包，哎，好，我们这边岛主安排好乐谱，就可以正式开始演奏了。你看一下，把你的道具放出来。嗯，我们的小伙伴们，我叫一下大家哈。其他的人都要来伴舞吗？好，好的，好的。开始了吗？啊，你们需要组一下我才行。需要组一下。需要组一下他。对的。那让他们组一下张艺兴，让西瓜。西瓜，你可以组一下我们的岛主吗？啊，可以，可以。啊，那你会有好消息的。哦，这个小羊好可爱啊，是个方块。会有好消息的。这个小羊是我自己画的。啊，真的啊。会有好消息的。还有旁边也小羊。继续啊。会有好消息的。好，开始吧。会有好消息的。等待队长开始合作。会有消息的。队长好了，赶紧。好，我要站在，我要站在岛主旁边，满足你好吗？合作喜悦。嗯。哇，你说真是哎，游戏也像真的像一个世界一样哈。嗯，对的。做的真好。现在就是已经开始演出了，他准备了，准备。你看他头上这些标记。我跟小朋友们大家说一下准备。等一会儿如果说队长开启，他已经准备好了。嗯，那赶紧开始吧。好，西瓜。嗯，这就已经开始了。我再换个地方跳一下，你试一下。哇！这个就不需要去操作其他东西，仅仅把这边听完就可以。哦，非常不容易哦，满满的爱，代表我们的张艺兴的粉丝们。所以这个乐谱都是他你写的吗？西瓜，不是我写的，是我们的小伙伴们一起写的。我比较会做衣服，我们这件大家看这件黑色的这件衣服是我做的。
而就是可以自己去 DIY 很多的服饰和造型。这边家装也是专门是羊系列的呀，我超喜欢这个羊，我跟你讲，还戴个小帽子，还有这种秘密，对的，超可爱。谢谢，掌声送给我们的西瓜。对啊，嗯，也感谢导主刚才。就是张艺兴喜欢，我觉得就最高兴了，已经。嗯，反正我现在对我们多才多艺的导主也是更爱一些了。真的是非常美妙的一场音乐会。哎，真的好有心啊！对，我觉得大家真的都很用心，对不对？对对。然后导主刚才还现场给我们发福利小，真的好听。对啊。对，而且所以下次一定要去听我们导主的演唱会。而且他做的这个家也真的很美，对，很精致。对啊，嗯，所以今天真的是非常奇妙的一天，我们一起私房探班了我们的导主张艺兴，和张艺兴导主一起游览了我们的冒险商城，我们还一起参加了西瓜的家，聆听了一场美妙的音乐会。对，在这些以前真的想都不敢想，今天居然全部都实现了。就像我们冒险岛二一样，在这里啊，放开你的想象去冒险。那虽然很舍不得，但是节目也是接近了尾声。岛主最后有没有什么想对岛民们说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这款游戏，然后享受这款游戏，也可以劳逸结合，然后可以享受游戏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开心的事情。然后也希望大家多支持这款游戏，因为真的是一款非常良心的游戏，做的也非常棒。然后多多爱他，多多爱张艺兴。嗯，好的，谢谢我们的江岛主。那今天的话也是要跟大家 say goodbye，say goodbye 了，我们一起在岛上等你哦，拜拜，拜拜，拜拜。我是来自冒险岛二的方块妞，这次请了张艺兴小哥哥做我们的咩咩岛主。拍摄广告的时候，妞妞也在现场，收集了好多独家花絮。看，这是我们双人的片场尬萌表情包，怎么样？有没有萌到你呢？嘿嘿。啊，小哥哥在看什么？大可也看得这么认真。啊，到底是看什么嘛？现在是张艺兴哥哥登场啦！我们萌萌的小水和蛋先生好像也超级喜欢舞台，快跑呀！张艺兴小哥哥来了！哦，大家好，我是咩咩岛岛主张艺兴。星。哎，你知道，连魔都也被方块病毒感染了吗？连东方明珠外滩也沦陷了。这个平行世界里的一切都咻的一声变成了方块，
保卫世界的盟力平衡，快快跟我一起上岛。